乘大计，地藏十轮经。现在我们讲这部经啊，就是告诉我们消灾免难，同时呢，在我们修道的时候，能够呀使我们容易进入了跟《华严经》不一样的，那个不是重的原因了，这个嘛不是现在就得到利益的，不是重原因，而是现在行的。大乘小乘法没有定法，佛所说的法呀不是定的，这是要众生心说的，不是心的。大乘的人闻着小法，他也把它变成大乘了，心量小的人啊，接受不了的。说我们这个器皿，这个器皿啊，它只装一磅水，你倒两磅水都盛不下了。我们先要发个大心，大心啊。所以这个大呢，是心体说的。心体说的，我们怎样达到这大，达到心体，那就是乘，乘就是运载的意思。咱们乘飞机时间也快，一飞机装一两百人的，有的飞机装400多人，有的装600多人，咱们这个小卧车只装3-2个人，中巴嘛装个10几个人，就是运载的工具，乘的就是运载的工具，是吧？你这心领受到的法，那你的运用上头，你的运用上头，如果我们闻着法了，厌离世间，自己厌离世间，完了修成道，就不在三界六道轮回转了，只发这么一个目的，是自己，那就小了。说想到我的六亲眷属，再想到其他的一切人，都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，离苦得乐，那这就大了。大小的含义呀、不一定的，在一些经论上这样讲，法无定体，法的本身体呀、是不定的。以什么而立呢？以法而立。法无定体，怎么又一法而立呢？这个法是从众生的心，它以众生心而来定的。如果像二乘人声闻缘觉，他得到法了，修炼了，修炼了达到慧身敏智，不利众生，不说法度众生，确实他进入空寂，进入空寂，这种就叫小，小啊。此经大乘大寂地藏十轮经为大乘所摄，大乘所摄。此经的法种，毗沙王菩萨，他本身心量就广，在一般的度众生，
都捡了好多的道，啊，叶正清有福报的，一说他就进入了。而这张木头他发心呢，钻到三恶道，钻到地狱，他的心量就大了，就大了，嗯。这个大乘小乘就是要我们自己心来运转运转啊。那大寂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与会的大众啊很多，对，演大寂十论经这个法会啊人很多，人很多，嗯，来的大众很多，就是寂集聚很多众生，它的含义就是集合一起来演唱大乘法啊。这道理现在很简单，嗯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好几百人集合到一起，嗯，来共同学习学习这个大寂，这叫大寂啊，嗯。这回这个大寂，大寂十论经大寂这法会当中，有好多人呢，无寿，不能拿数字计算。好多声闻众，无寿，过量，过量不能拿量来量多少，用数字来计算。量量好多，嗯，声闻中入世，菩萨中也入世，过量说的，嗯嗯，就是显他的殊胜，不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式子来计算。佛在印度说法经常用恒河沙，拿这个数量来比喻，就是这个数字啊，不能计算数字，嗯，但是它是比法的，解释什么呢？说你现在所听闻的是十轮，哪十轮？十业，嗯，佛的身口意的十业。殊胜的转化一切众生的身口业，嗯，都转成佛的身口业，嗯，这就殊胜了，嗯，殊胜了，嗯嗯，这佛的十轮跟众生的业障的十轮转这个十轮，每一轮都含十，都含十，嗯。就说佛的实力转化于众生的实业，佛的轮是自在业轮，转化众生的一切的身口意的十能业的轮，把十能变成十善，而且是不停地转，佛的实力轮不停地度众生，众生的十轮不停地造，一个善道顶点，就是祝福的十轮；一个恶的顶点，就堕三途的众生，他的十轮就很恶的。嗯，这轮着轮子呢，有催眠之意。嗯，这就现象上来说，现象上来说。这部经所说的现象啊，跟一般的经理不同，嗯，都特殊的，哪些不同？比如说，我们说破戒比丘，嗯，而且他还在佛门之中破坏佛教，还造业，得身披袈裟，不做三宝事儿。像这样的比丘怎么对待呢？嗯，
那在十论经上说呀、啊、说破戒的比丘只要他还披袈裟，在末法的时候只要他还披袈裟，要恭敬他，你照样的得福。他造罪，他造罪跟你不相干系，你恭敬的是他的三宝像，别加上。不论他多坏，就是披着袈裟做多少的坏事，你照样得福德，得智慧，在佛十轮经里头讲，一切国王世间的王法之律，不能限制我出家比丘比丘尼。你现在不通啊，等等，那现在主要的是用佛的十轮来对着众生的业力十轮，佛的力对着众生的业力，转众生的业力成佛的清净实力。地藏王菩萨每次说《地藏经》也是从南方世界来，他没来之前，他的威力神通在此都就感觉到，而天王向佛请求，佛就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。有人说声似彼人，人还没到呢，他的威德威力达到了，而他到了之后，他先赞叹佛的功德。在世间法说互相赞叹，比丘也是这样嘛，学佛互相赞叹。佛转化众生的施乐，那么众生的乐业都是些哪一些个？就是杀盗淫身三，妄言绮语两舌讷口口舌，意念贪嗔痴，这施乐轮，施乐轮，佛以实力，佛的身口意业有十三轮，净做好事儿，啊，众生的净做坏事儿，那坏事儿，用佛的所说的教法，佛也身体入世行，转化一些众生，不是？这里包括很多的口业的十轮，有讷口，讷口有多少种？两舌，两舌有多少种？妄言，妄言多少种？但是用十来称，十善业呢，就是善轮；十讷业呢，就是讷轮。轮的作用就住是，那十讷轮在这个六道啊，它是永远不停息的，永远的不停息这种断。佛的十轮，一般说十力，咱们前头《华严经》讲的十智，他把众生的乐，乃至无逆时乐，一切乐到极点呢，在无一品，有一品。无一有一专讲施乐轮，此经十品，在有一品的无一品，完了用佛的十轮对着一切众生的施乐轮，这叫大乘大济十轮。
转化一下众生，达到什么呢？达到现在咱们所讲的《华严经》的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，嗯。但是此经的情者，情者啊，护持此经的，嗯，虚空藏菩萨，《地藏经》大家念完了，最后也是虚空藏菩萨的十三品，问佛，听到《地藏经》名字功德，那是28种，这个《大戒十轮经》不同了，不同了，嗯。虚空藏菩萨在《华严经》里头讲，他是容纳一切的，含摄一切的。虚空藏嘛，含藏什么呢？含藏一些宝藏，一切法入虚空。咱一般的讲《旃茶散乐业报经》。旃茶散乐业报经下半部讲相空，对，也是讲空义的。对，虚空藏就含藏着一切法，含藏一切法不空，此菩萨叫虚空藏，含藏是不空。嗯，佛嘱托虚空藏菩萨弘扬十轮经，嗯，这是十轮轮啊，地藏。此部经的引起，主要是由地藏菩萨他的因缘。嗯，这部经是地藏王菩萨向佛请求，地藏菩萨请问。而实现的末法众生地藏的十轮法门，就是十讷轮之法，所以称地藏十轮。地藏王菩萨这个名词，地是心地，心地是每个众生心，每个人的心，就是心地法门。说你这个心呢，你怎么样用？就像我们在大地上头，你种谷子、种高粱、种各种动物，来建设楼房，随你怎么用。说大地含藏一切，说众生的心也是含藏其切。说现在我们所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，全是地里头出来的。心地含藏一切法门。地藏这个名词是通用的，不通用的。这个地里含藏就是地藏的十轮法门，来转众生的十讷轮，有这么个意思。经呢，大家都知道是通成的，梵语契多罗就是契合一切众生心。修多罗契合一切众生心，就叫契经，上契诸佛之理，下契众生之机。但是经含义很多了，大家每部经都可以知道的。又叫融全义，含的意味无穷；除生义，显示一切的道理，显示。什么就是规矩，咱们经常说嘛，归生误解，因此自性。
按他这个规则去使你能够明白开众生的觉悟，要贯穿意，把很多的道理把它融现贯穿到一起，这都是经的意啊。这个大家可能听得很多了，在以下讲易经的人，三藏法沙门玄奘奉诏译，译这部经玄奘法师译的。三藏呢就是经藏、律藏、经律论，还有论藏。三藏皆通，经律论都通。说这位法师啊，律学是根本啊，是戒学，就是经律论就是戒定慧。律是戒，经是定，论是慧，配是这样配，就是定慧三学，所以三藏法，三藏法师。沙门呢，大家可能常听到，分勤洗，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。有时候分洗心静虑，有时候把它分成功劳，精进不懈的修行，就是辛勤修佛道的道理，这叫沙门。就是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的人，三藏沙门就是两个合起来的啊。有的经律论的三藏通达的，完了有勤修的，这是对于玄奘法师的尊称。有的法师不是他自己称号的，大家给他加的称号的，说三藏沙门。玄奘的是别名。说在唐朝有位高僧叫玄奘法师，他是那个法相宗创始人。那么他是河南人，就是咱们这跟前的河南人。俗家嘛姓陈，他父母早年死的早，家庭很困难，他的二哥也出家了，叫长杰法师，他跟他二哥们出家。一般的在那个唐朝时候，出家人得到20岁才能收，他才13岁，13岁就出家了。他在11岁对于法华维摩他都很通达无奈，因为这样子虽然年纪很小，智慧出众，智慧超过一般人，相貌长得也好，现在把他提前把他出家呢。他在20岁的时候在现在四川成都受的戒，那他见到咱们这个看着很多经论呢，跟原意原来的词句有很多相违背，他在发愿到西藏去取经，取回来的时候他就用原文，所以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啊都是原文翻译的，不是意译的。